我来自厝，我一定知呀。这应该就是地角啦。地角王，嘿，是孔明嘞，看你的打扮，应该是孔明吼。这是在下，小生主角名亮，字孔明。是啦，你真了真正有够神诶。孔明，像啊，就是迄个啊，人拢讲伊足巧诶，智商之一诶军师。智商之一，哦。因应该就是地角诶角主。哎呦，免客气啦。最后，恁俩，好大啦。这是老虎不是要互怪兽着才刺激诶地角刑犯，孔明海量呢。这是上顶级诶头巾啦，哦。这嘛是地角诶职务。 安尼就无法度啊！我形象里有孔明，行，来去俱乐部。是后一个地角是无？我知影，我的心感情愿接受一款极刑。是啦。话讲到转来，死后的世界，敢是这么吵吵闹闹？嘿，我带孔明来啊！够厉害！我敢是孔明啊！这是探到心肝内的错人心，就算是已经死去的人，嘛记则袂掉。 这个声音的源头到底是？是地角的歌姬。 歌声是河顶的画面，就敢那亲像用主角的浊流共款，直直流入体内。你好，是，这问你敢是咧叫我？拄则迄个美妙的歌声，互我背后间五体投地。多谢你的欧乐。真荣幸会当伫地角当着歌姬。地角？我想要请你带我去熟悉更加深的地角。 我想要训练蒙姐的团队来去甲众英联阁大战一场。银珠，我来倒茶缸啊！啊来啊，唔通林小姐啊，就安尼。